攞咗。因為其實真係，唉，即係天意啊！我哋今年其實舊年開始已經傾，喂大師頒個獎俾你咧。今年啱啱即係其實舊年嘅，因為停擺咗啫嘛。嗯。就頒俾阿大師兄嘅。嗯。咁啊停擺咗，咁啊啱啱今年就即係開翻呢個春茗啦，就諗住頒俾佢。咁啊傾得好好地，好開心。咁突然間收到佢嘅消息。嗯。咁啊真係，唉。天意老人有大师兄之称的资深武打演员徐忠信，今个月2号因病不幸离世，享年70岁。徐忠信突然离世的消息令到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上下都感到震惊。虽然他经常在戏里面饰演反派，但其实为人非常友善，因此他亦都一直深受圈内人的尊敬。昨日徐忠信的丧礼在大围宝福纪念馆举行，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会长钱家乐亲自到场打点。他在受访那阵神情哀伤，对于徐忠信的离开感到非常惋惜。家乐透露，原本工会想住在去年颁发贡献奖给徐忠信，但由于疫情的原因导致停摆，改由今年颁发，但估不到他就突然离世。家乐表示仍然会追加殊荣给对方，希望他一路走好。另外有不少圈中艺人都有送上花牌致意，包括影坛大哥成龙和古天乐等等。艺人马上伟更加亲自到场送别，双料师弟谭俊彦代表爸爸狄龙出席丧礼，愿大师兄一路走好，我哋永远怀念你。